哎呦，我这学两天就比你较厉害啊！你有够百脚的，脚举啊高，当然会跌倒啊！我就讲过啊，听我的都无唔对。好啦，我知道啦，就讨厌啊！哼！气死我！哼！你是安怎？气死我！阿龙根本都不是我的朋友，一天敢不敢踢球？朋友会包容你、安慰你，也阁会甲你讲你的缺点，也毋过对手都无同啊。伊会踢球你，甲你的缺点放大，也毋过对手嘛会使刺激咱，互咱更加小心、更加进步。所以咱需要朋友的安慰，嘛需要对手的刺激。